大家好，我是鱼之达人。鱼之达人位于高雄林园区，湿地公园附近。那我们有无敌海景，就是台湾海峡。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鳗鱼活动。那鳗鱼运动是什么？就是教育消费者怎么样吃在地的鱼，吃当地的野鱼，还有怎么样去懂鱼。那我们在制造的过程中不放任何的食品添加物，然后就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调理，让消费者在最安全的情况下吃到食材原先的原始的美味。也因此我们成为全国第一间取得清真认证跟洁净标章的工厂。那我们也把我们的鱼的生产过程中所产出的，比如说鱼头啊、内脏跟鱼骨头，拿来喂养我们的龙虎斑，然后做到全鱼利用，还有没有废弃物，然后希望可以用一点点的力量去帮环境生态做一点改善的力量。那鱼之达人一直都是以保证价格去收购农渔产品，因为我们希望让渔民他可以有稳定的收入，然后鼓励他用做安全养殖，不放任何禁药或者是抗生素或者是添加物，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投入产销履历的透明化的生产过程。然后我们也将我们的产品定期的去透过比如说食物银行，然后社会局，或者是我们亲自配送的方式，送到偏远地区或者是一些弱势族群，希望可以用我们一点点的力量，然后把温暖传达到每一个角落。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产销履历在地食材，我们希望说比如说把台湾很好的一些在地食材，例如高雄弥陀跟永安地区，它其实有很好的海水养殖的五仔鱼、鲈鱼跟石斑鱼。那我们希望经过鱼之达人专业的生产跟研发能力，然后以创意行销的方式，把台湾在地特色的产品推广到更多地方，那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台湾特有的农村好物。那其实每一次消费都是改变未来的力量。然后其实我们觉得消费者的抬头，意识抬头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。那鱼之达人很诚挚的邀请大家，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未来的选择。谢谢。